号声响起，欢庆彩券行开出精彩五三九头奖。公益彩券商会荣誉理事长何玉琪捐出10万元，作为当地信仰中心供学礼福德祠重建基金，还准备了发财汤圆给民众一起享用，分享中奖人跟土地公的财气。土地公庙就是因为去年它火烧嘛，那因为一直都没有地方建置土地公庙，然后他一直在重复那个建庙基金，那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一样可以就是用抛砖引玉的方式，那我们老板就是说，哎，头奖我们如果有开出头奖的话，我们就捐钱这样子，那就今天这次就是开出精彩五三九的头奖，所以我们就是捐赠10万，那希望借由这个举动可以就是引发更多善心人士来乐捐这样子，然后让土地公庙可以尽早建造完成这样子。啊，希望吼，咱跳下湾吼，因继续会当开大乐透，到我理财吼，啊顺利来照顾咱的里民，咱的里民来钓大乐透、我理财迄一级的迄个头奖，啊来捐咱的迄八公啊做重建基金，早一年咱的金星在线，金星在线，看无有无？有。公益彩券商会荣誉理事长何玉琪跟彩券行赖姓老板、供学福德祠主委等人一起团拜，感谢土地公庇佑。去年福德祠惨遭祝融，一夕之间化为乌有。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，目前已经购得土地，将进行重建。哦，当然我们很感谢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个善心人士哈，那还有我们这个彩券行，我们的龙福彩券行真的受到那土地公、赖土地公的保佑哈。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呼吁说，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购买彩券，做这个公益爱心，有个良善的善的循环，然后也一起来帮忙土地公重建的这个过程。公学福德祠土地公重建期间灵验事迹不断，还同时开出头奖，更显得意义非凡，呼吁民众可以多买彩券，帮助社会公益，形成良善循环，也欢迎大家到公学福德祠参拜土地公。记者陈文旭台中采访报道。